西港区公所替陈亚兰甲长辈伫咧舞台顶唱着牛奶歌，同时嘛顶是替陈亚兰参与山啊、后营、江东、南海、永乐甲庆安顶六个社区，当朝甲社座的成果。现场的气氛是闹得滚滚。今天的艺兰成果展是我们公所的112年度社会艺兰所举办的，他们在公所方面有在社区营造跟长照关怀上都很了不错的表现，我们非常的感谢他们，感谢他们对我们社区老人的照顾，还有社区营造胡马小巷的创立。西港是我们的故乡，区公所选择了后营打造胡马小巷。是由四位替代亚兰所设计建筑，希望游客走访后洋湖马园区了后，前来福马小巷感受福气甲澎湖带来好运气。社造替代艺啊，这我们的替代艺男都学有专长，包括咱即届有四位哈啊，两位是台大的土木硕士，好啊，这两位是成大的土木硕士，都非常的啊，也在讲啊，在整个国家哈、啊、这个那个大学里面哈。啊台大跟成大啊，在公司首屈一指哈，尤其啊，他们都学有专长。今天呢、啊，咱来看到哈，胡马小巷啊，这个就是出自他们的一个构想了哈。这款的可以体验，然后这四位替代亚兰服务乡里关怀社区，同时嘛，持续展现文化传承甲创新的生命力。咱台视木料山西港采访报道。